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欢迎大家收睇八包出货系列，我系 Casper 加士伯耶耶耶。咁啊，有观众话我嘅声咧就比较冇 feel， 咁啊，俾翻少少 feel 大家。今次咧同大家开呢一个系八包出货系列系啲咩咧？睇到个标题就知噶啦，暗焰支配者耶耶耶。咁啊，一样啦，都系喺楼下一田买咗八包啦。咁啊，我姐姐非常之好啊，佢剩翻嗰啲散包咧就唔够八包，所以咧佢就开咗个新嘅一盒俾我去抽八包啦。咁啊，姐姐非常之好啊。咁我觉得今次应该会出到啲好嘢俾大家，即係毕竟都係一盒新嘅，再抽呢八包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全部会俾我自己抽啊，非常之好啊。好，咁啊，事不宜迟，我哋逐包逐包开。咁啊，卡套呢都准备好啦，应该将 SAR 会迎接緊我啦，冇错。好，小木灵、斩劈斩司令、普波普，咦，波普开住，下一张又张嘢，咩噶？阿卢卡 ，OK， 达克莱伊代售，好，第一包暂时未有好嘢出，第二包骑刀小兵、尤基拉斯。蚊唔系蛇纹熊，冇长犬，再一张乌贼王啊，唔系又系变咗呢个白包白卡系列啊，唔系全部白卡啊，冇咁样对我喎、啊。好，第三包直冲红、几何雪花、小火龙、太阳岩、Poppy。好，哇，第四包危险危险。真系变咗八包白卡系列，冇咁样对我。好嚟了，蚊又系当咗个蚊之前，蛇纹熊、可拉优、波基古、奥尔迪加、迪加尼啊，最尾一张咩嚟嘅 ？OK， 土王。好嚟到第五，唔系嚟到第几包嚟噶？一二三四五六。仲有四包剩，好，继续。诶，见到有少少边啦，好，呢、這个点读啊？唔识，喷刺熊啊，光爪仔，大潮 baby， 波克基斯，最后一张系慢慢麻麻慢鱼王，好，嚟到第六包。唔係第六第五包，唔係我呢個唔係第五包，所以第六包，第六包，好啦，睇一睇有冇邊，誒有少少邊，海豚、小木靈、青棉鳥，哦，今次真係撲街了，今次你今次波了，係今次撲街了，得翻最後兩包，哦。即係所以有陣時以為抽到好嘢就未必抽到好嘢，抽以為抽唔到好嘢咧，點知就出到張好嘢。好，最後一包，好，會唔會最後 Naspet Magic 會唔會做到呢？波波青光眼、欸、出到張比比鳥嘅 AR 卡，唔錯唔錯。好，如果唔係我聽日又要再落去買多八包噶啦。好，最後一包，最後一包。Last pack magic 会唔会系呢包咧？好，光复咪之前成日读错字，火红不倒翁，而家系凌晨嘅两点几拍呢条片啊。Chill baby， 猫仔狗，太阳衣布，最后一张土王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咧得一张图系俾我入到卡图。卡套入卡套，咁啊，今次咧就净系抽到呢张 AR 嘅比比鸟啦。我记得我系第一次开到呢张，咁我其实仲有两盒嘅买咗好耐噶啦，新出嗰阵已经买，但系到依家都未拍片俾大家睇，因为中途太多发生太多嘅嗰啲叫咩事故啊，放松事故。咁啊，大家细心等待我嗰两盒嘅开箱啊！
系啦，今次抽到呢张比比鸟，系衬晒呢个绿色嘅背景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大家中意我影片嘅话，记得做齐三部曲，第一部曲就要 like 我嘅影片，第二部曲就要分享俾啲朋友知道。咦，抽到呢一张 Casper， 抽到呢张比比鸟嘅 AR 喎，系咯。第三部曲咧就要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订阅我嘅 YouTube 频道，我系 Casper 加士伯，耶耶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